让叔叔也帮你一帮。 哟，二位贵客，怎来的这般迟啊？你们家夫人这次又没来吗？夫人碍于身份，不便在下界露面，但她心里一直记挂着各位，特差小的送来这份薄礼。夫人说了，盼仙姑早日康复。 早日上天一叙。夫人未来，时事可惜，我们可是备了一出好戏要唱，专意等了这许久嘞。而今礼被偷了，人被杀了，不如拿你两个顶缸吧。我们不过是办事的下人。 奶奶这是扯什么笑话呀？没颜色！我老朱一身上火，这母亲也不知哪位，却得等着。好薄情的人，当年你在这岭上杀人放火，毁他清誉，如今却都不记得了。清誉？都做野妖精了，还有脸提什么清誉？我说呢，原来你就是那蜘蛛精的小辈。 Oh!
气！你们这些昆虫，披了人皮，穿了人衣，也只会这等阴损勾当。是是是，哪比得上你天蓬元帅光明正大？那一位的尸身，我估摸着还没凉透呢。你这就又找了只仙猴子拜作师兄了？放你娘的屁！叫你母亲早早出来求饶，说是我念你年少无知，留你一条贱命。实话与你说，东西就在盘丝洞里，若是怕了，就赶紧逃吧。你儿子便怕，这破洞只有我一次给他住平，看你们一窝再去哪里藏。